是小薇，我们现在在昂塞大峡谷。昨天晚上我们就露营在这里的，这里面确实很美，但是来这里露营的话一定要找好露营位，不然的话这边牧民要收费的，最好是离这种大马路要近一点的草坪露营，这样就不容易收费了。那前面就是之前视频拍的星空营地，那边的房间小房间都要300多，大一点的房间也是一张床都要500多。知道爬山前的按摩。好，出发。知道。一说出发，他他精神了。锄头说：“这是我的强项。”锄头，户外锄头，跑哪去了？哎，跑了一圈了，热身去了。锄头。跑！我们把兔子放到车顶上的，这边有很多狗，怕它去围攻兔子。现在我们准备去爬山，从哪里走啊？就从那个农家后面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走到山里面来了，这一路还有水源，锄头赶紧喝水，待会爬山了就可能没有水了。终于看到佛头了，我们爬上去还挺费劲的，应该要1个多小时。锄头走错了，这边。锄头这边，锄头你再喝点水，马上就离开这河沟了，就没水了。锄头上，锄头喝点水上去，真乖，带路。从这个草里面钻了，我们走到这都走了很久，感觉这前面这个叫什么生命之根啊，是吧？你那个上面标注的名字是这个吗？哇，这树根看着就像那个蛇一样吓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你看那佛头下面全是一圈悬崖石头哦，好像从外面这个位置可以上去，从外面从这里这样绕过那边，这样绕多走半小时吧，就没法笔直上去了。那中间还有个洞吗？你看佛头下面那里，好大个洞。有个洞，那里有个洞，这到处都是洞。你看佛头的背后，也都是洞。我们走到这里都已经歇了好几次了，要走到那个佛头那里去，还要走很久。来，锄头，过来，来过来。趴这里吧，来嘛！你从那边上去过是吧？啊？去过好几次。去过那个佛头那里好几次啊？去过已经，哎，3次走吧那边。就是从那边走，就能走到那个佛头那里吗？对对对。哦。这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古塔，有的前面古塔。古塔。对。谢谢。还好你来了，你不来我们要从这里爬。这边爬不上的，这边太危险了。对的，太危险这边。哦，他们是从这里下去的，那我们也从这边，我们刚刚从那边绕一点了，绕路了哈。包包东西拿完了。拿完了。我们两人又走回来了，锄
幅度跑得可快了。收拾东西，把这个取了，就出发。我们现在接着往里进了，去找一下刚才当地人说的那个另外一条路去佛头山那里。幸好我们刚刚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就遇到他了，不然我们今天爬悬崖的话就太恐怖了，太危险了。哦，走到这里就看到了，刚才那大哥说了这边就有个石碑。这个位置上山应该是很方便的，这里都停了好几辆车，我的车只能停在这个沟里了，还刚好有个位置，我个车停在这里。吉日沟古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是从这里上去吗？哦，去佛头山的话还要往前开车。他说那个佛头山还要往前，就是绕过山的另外一边是吧？对，这上只有一个古塔。这古塔有多远啊？古塔你来回得将近两个小时吧。嗯，你上山。古塔大不大？不算太大。哦，修的佛塔。对，有一千年了。一千年了。咱们去佛头山。我们去佛头山。两个人两台车可以啊。佛头山是停了车位，然后还要走多远啊？哦，从那边只是说能爬走路上去，能上到佛头山那个平台吗？对。嗯。往前走，再过两三个弯，差不多。哦。看到上去的路了。对，就能看到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还好我们一路走就刚好有人了、哦。刚刚走的那个地方也是有当地佛头人上来，我们刚停车，正准备往里走了。谢谢你啊。我们现在接着往前走啊。我们要去佛头山，猴哥就想去那个佛头那个位置飞航拍。哎呦，这边的路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很多弯很多弯。这个也像蘑菇，感觉之前更好看。你看这个也是有瀑布的痕迹，要现在有水流的话那就太美了。楚特尼克慢点啊，还远着了，这么远的位置爬上山顶。山头才行，猴哥迫不及待了，要在这里飞一下航拍，飞了歇一下，我们再走。这个地方可凉爽了，悬崖、马路，我们就是从那马路山谷底上来的，走上来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累坏了。这里可凉爽了，在这里歇一下，接着走。飞不到佛头山，我们今天就不下山了。你电池有几颗啊？别把电池飞完了。啊？一颗半。我们站这个位置其实一点都不危险，上面很宽敞的，是吧？嗯。凉爽得很。